唔歧视性小众，亦都尊重对性小众生活有唔同意见嘅人。喺香港，人人可以拥抱自己嘅价值观，对性倾向同埋性别认同，虽然有唔同嘅睇法同埋选择，但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才华同埋表达意见。性小众喺社会上已经好少受到歧视。Jackie， 佢都几勤力噶，又肯帮其他同事，大家都合作得好好噶。Jackie 好帮得手噶，个人细心又有交代，同班同事又合拍，做到嘢梗系要俾多啲机会啦。入咗呢间公司冇耐，啲同事就知道我有个男朋友，佢哋一啲都唔在意我嘅性倾向，放咗工有时仲会一齐去玩。老细一路都有俾机会我，啱啱仲升咗我职。其实佢对每个同事都系一样，想法分明。喺呢度做嘢，我觉得好开心，好有归属感。Jackie 喺公司里边嘅同事都接纳佢。你以为系因为人人都认同同性恋咩？当然唔系啦，而系因为佢工作嘅热诚同埋对人嘅真诚。阿 K 成绩几好噶，佢嗰早上次交嗰份 good project， 全班最高分添啊！性倾向啊，唔关事噶、啊。我同阿 K friend 唔 friend？ 我哋成日互相借 notes， 一齐玩 game， 借道具拍嘢，你话 friend 唔 friend 啊？我哋呢班同学个个都系电影发烧友。成日一齐做功课，一齐剪片，周不时做通顶，好鬼认真噶。阿 Sir 又好有耐性教我哋，有问必答。我嘅性倾向大家都知道噶啦，不过冇乜在意。阿 Ken 喺学习嘅时候，得到阿 Sir 同埋同学嘅接纳，同同学亦都有唔错嘅友谊。唔系因为佢嘅性倾向。亦都唔系因为所有人一定认同佢嘅生活方式，而系因为佢喺学习时嘅认真同埋努力。陈生，帮衬咗我好多年噶啦，系啊，佢以前系陈小姐，而家系陈生，佢都仲系斯斯文文，又好有礼貌，呢样又冇变喎。我都系一样咁好招呼佢噶啦。我以前唔做运动噶，识咗阿 Ben 之后，中意咗跑步，个人健康咗好多啊！平时翻工好忙，放咗工我最中意同朋友一齐去睇下戏，同埋做运动。我有班一样都好中意跑步嘅朋友，我哋唔单止成班约埋一齐跑，仲会一齐参加比赛添。陈先生以前系陈小姐，可以得到街坊同埋朋友嘅接纳。并不是因为人人都一定认同他的性别选择，而是因为他对人的真诚和礼貌。在多元共融的社会，每个人对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，但应该彼此包容，互相尊重，大家融洽相处。唔歧视性小众嘅同时，亦都应该尊重唔同意见嘅人。立法禁制唔同嘅意见，有需要咩？应该咩？